那个客户他根本就不要房产，商业房市场他不要，他自己做。他啊，后来他跟我讲，他自己通关啊，他发票38.95一公斤去报，比我卖的还便宜。对，他就只要几块钱，他一公对，这一公斤好像交20多块钱人民币的税，那他就赚大了。但是这个海关你得有人跟你配合才行，国内你要没人没法办事的。